哥，你看，盘点整蛊亲哥的搞笑瞬间。嗯。你看看，我哥，管你也是吧？好吧，快点，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你们别冲动，我想到了个办法。哥，你这个单身狗，一天到晚女朋友也不找，就知道天天睡懒觉。竟然说我是单身狗，我说的不对吗？说我什么都行，说我单身狗就不行。呀，杀！我好想逃。姐，别睡了，你看。谁干的？我就说我哥过分吧，把你的脸弄成这样。你一天烦不烦啊？把我手弄成这样子干嘛啊？老板。老妈，你们能去把我哥叫起来吗？别烦我，那小子已经废了。对啊，他都已经废了，还管他干嘛？准备好了吗？阿姨好，姐姐好。是这样，我介绍了个对象来跟我哥相亲，但是他现在居然还在睡懒觉。肯定是我姐干的，姐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把头干姐在干嘛啊？姐，快跑！哥，你也太过分了，居然这样子对姐。姐，我跟你说，这都是老弟干的，这个小子太狠了，你看我说怎么看？小样的，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姐。老妈，我跟他们太过分了，等我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整你！哎，老妈，别冲动，你听我的，在这里埋伏好，我请他们过来。你们太过分了，还有没有把老妈放在眼里？老妈算个屁！闪开！老妈快点，不打他们没一点关注。老妈，你教训我姐就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什么气
喜欢谁。好吗？要不然让姐搞个家务，你就原谅他吧。不用，让他好好的。哥，喇嘛正法姐会键盘呢。什么？现在只有你可以为他求情了。喇嘛，给我个面子，让姐别跪了。老妈，你信不信你一出门他们马上就不会跪了？不会，没有我的允许他们是不敢起来的。那我们去测试一下他们。好消息，老妈出门了，这下你们就不用跪了。滚！没有老妈的允许我们是不会起来的。就是，我就知道他们还是听话。哇，你有没有看到老妈？我有。老爸，我哥和我姐玩了一天电脑了，现在还在玩。好吗？你看，喇叭现在都不把你当回事了。对吗？有我呢。我刚刚是在给孩子们弄电脑，查点资料。喇叭，不关我的事，是喇叭自己要看的。气死我了！你给我好好跪着。给我个面子，别让老弟跪了。完了，老爸，老妈罚我哥和我姐跪键盘了。他们两个正在讲身体，你让他们这样跪着合适吗？哥，你看。谁干的？看到没，哥，姐姐也太过分了，把你脸画成这样。我是吗？姐，哥，你也太过分了，居然敢偷袭姐！这是谁干的？我姐干的。走，老爸帮你出去冷静。又下麻烦了，姐，我哥和老爸要过来收拾你了。花什么花？看我的！还没有，快点！啊你们吃饭。哎，好，老妈最疼我了，我去跟她说。老妈，你要是不让我吃饭的话，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。你也太过分了，你把儿子赶出门了，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的，饿坏了怎么办啊？我们就拿这个过去给他来一下，让他也体验一下什么叫绝望。
妈妈，你去我房间睡吧。为什么？我看你被子脏了，我想帮你洗一下。还是我小儿子懂事。嗯，睡吧，老妈。老妈，你别回老家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对呀，老妈，我们都知道错了。等一下，哥，那好像是你们的衣服。别练了，你赶紧回去看一下我哥，他们要反了。妈妈，看来我只能出这招。妈妈，你真的以为我哥他们爱你吗？那肯定吗？这样，你假装受伤，我们测试一下他们。不得了了，老妈脚受伤了。啥？你们赶紧拿这个去给她包扎一下。老妈，你还觉得他们爱你吗？别废话，不打他们没人点关注。这是打野啊。老妈，你先别出去，我哥又在叫我姐玩游戏了。等一下，老妈，你去教训我姐就行，我哥让我来对付。哥，我买了990朵玫瑰。你买那么多玫瑰干嘛？这不是母亲节快到了吗？你拿去送给老妈，她肯定会把电脑还给你的。老妈，你去哪里？别跳了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给你安排的。姐妹们都别跳了，来我家看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你们见过吗？姐，你完了！别看了，下面全都是。姐，我哥这么干，他是多想把你嫁出去啊！耶耶！亏你还是我亲弟弟，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？啊！不发飙，你们都以为我好欺负是吧？看你们这才摔倒进来。姐，别玩了，我哥发飙了。等一下，你过来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受不了了！你怎么又管这个？哥，我刚帮老妈洗衣服，她给我红包了，一个小红包还洗衣服？老妹。